不想组织被铲平，就离瑶光远点。喂，喂喂，你知道暗夜吗？知道，暗夜是夏国最强大的杀手组织，他们有三大头领，代号分别是黑玫瑰、曼陀罗、彼岸花。暗夜，杀手组织，他的前身该不会是一千年前的影宗吧？气死我了！哪儿来的混小子，竟敢威胁老娘！我要让你知道招惹暗夜组织的下场！喂，梦魇，大姐，今天有什么活？去干掉季瑶光，事成200万。哦，出手这么大方，接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林飞根本没有任何来历，这是一个孤儿。是的，韩总，我已经动用所有渠道调查过了，绝对不会错。你听说季瑶光最近遭遇过刺杀，应该是姬崇威给女儿找的保镖。哼，区区一个臭保镖也配跟我斗？看我玩死你！这是我做的结界符，能辟邪驱障，保护您老不受伤害。啊，多谢林神医。这是什么？鬼画符吗？我有事出去一趟，这符纸你一定要随身带好。瑶光身边的麻烦事不少，我要帮他一个一个全部解决。喂，就你叫林飞啊？韩少让我们来关照您。唉，韩恩赐啊，韩恩赐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兄弟们，一刀500，骨折3万，上不封顶，给我上！真是无知者无畏。你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？看来韩恩赐让你们找我麻烦是假，派人抓我才是真。不许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喂，告诉小江，有人买通了他的手下，要找我林飞的麻烦。小江，你是哪位？喂喂，林飞，你最好老实跟我们走一趟。我知道你才是受害者，但队长点名说要抓你，我只能奉命行事，抱歉了。哼，放心吧，他蹦跶不了太久了。韩总，事情一切顺利，我保证不会让他好过。很好。林飞，这就是你和我韩恩赐作对的下场。江总，什么事？刚才有个叫林飞的来电话，说您的部下把他抓了。你说什么？哪个不长眼的家伙在作死？快带我去！哎，先委屈你在这里待一阵子，我尽量帮你想想办法。多谢，我活了万年，倒是第一次被人关起来。哟，来新人了呀。兄弟，有人打过招呼了，让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还等什么？哼，既然你找死，就哥儿几个成全你。韩总，那个林飞正被里面的人痛扁呢。放心吧，不会闹出人命的，最多打个半残。刘世豪这个混蛋竟然把林飞抓了，我绝饶不了他。你先消消气啊，那个林飞什么来头啊？您这么担心他？我不是担心林飞，我是怕姓刘的把命给丢了。快，大哥，快点。是。把林飞的材料整理好，我要上报了。队长，您这次太武断了吧，我们不能听信那群流氓的一面之词啊。老子说他有错就有错，你替他说话，难不成是同伙？我没有。
刘胜豪，你是不是嫌活得太长了？领导，您怎么来了？你颠倒黑白冤枉林飞包庇凶犯，居心何在？我来人，把他丢出去，直接开除。是。你马上带我去找林飞。是。江总亲自过问，难道说林飞不只是个保镖？韩恩赐，你个狗东西，害我！从林飞被关起来到现在，已经过去半天了，怕是被打得很惨。哥，这力道可以吗？再用点力。是是是是。